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，星梦帝国少少慢嘅，前面快噶嘛咧，有呢个骏马风采心头好，出边起骏之星，外边仲有呢种威武成全啊，大外当咁啊，胆大威猛，依家骑上去嘅，咁啊大约跟住个第六七位度啦，有红孩儿啦，内栏咧就系型感啦，咁外边位置就系坚有料啊，咁啊再中档连利之有尾五咧就星梦帝国，尾四快乐欢腾，尾三白衫咧就骏飞扬啊，殿后两匹马合金王同埋呢只金刚之星啊，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，胆大威猛咧就放到出嚟噶啦。威武成全咬到咬住佢啊！跟住第三咧，仲有骏马风采；第四起骏之星；第五咧，仲有心头号啊！再后边嘅马坚有料，稍稍上啲啦，外边上啲嘅马仲有快乐欢腾啊！好啦，转弯入直路啦，前面胆大威猛咧，占先少少啫，威武成全就开始逼近噶啦。中间位置骏马风采上紧啦，出边起骏之星亦都追紧啦，再后边仲有只心头号啊！最后二百胆大威猛，仲有半个马威优势，中间有威武成全，外边有起骏之星，中间夹住仲有骏马。风采后面咧就心头号啊，接近终点啦！外边起骏之星上咗嚟，出边位置心头号越逼越近，心头号过晒，跑第二名，起骏之星，第三名埋边胆大威猛，中间夹住系嗰只骏马风采啊！咁啊，结果都系咬到喺前面嗰扎马比较好啲嘅，可能后边嗰扎马唔得啦。心头号潘顿整多边啊，外边冚晒，起骏之星就跑第二，第三名嘅马咧埋边胆大威猛，出边。骏马风采其实真系岌上岌落，原来有得影、啊。赢就七，心头号临尾都落飞啊，8.5倍。第二起骏之星，第三咧睇唔到，啱啱啊，国能嘅 pat pat 阻住咗。